哎，这个热爆了，在哪里？嘉义啊，我们还是在哪里啊？不是啊，还有我们等下去的地方，这里。在干嘛？你都不知道我们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？他们每次都不讲，他们每次都不会讲。这个招牌也没，怎样？真甜的吧？我们这次要。 哇，也太多了吧？不是，你们太扯了啦！不要玩这个啦！玩什么？这什么？等等，赵哥，风穴，风穴，蜂巢，风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老板，不要这样子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！老板，我们怕的是你啊！真的要玩这个？你们有装备吗？你们有装备吗？ 不用怕，这是蜂巢的标准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最厉害的虎头蜂哦。对呀，这是虎头蜂的巢啊！哎呦，你看，哇哇哇哇哇！哦，这都是你看，不要摸，不要摸那个，摸破掉了，摸破掉，这个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，精心的节奏。我为我们两个老外解释一下，虎头蜂要怎么讲啊？一个 wasp，hornet。 哦，懂了吗？我懂，很大只的那个。你懂我在怕什么？It's very dangerous. 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对啊，不知道啊，问他们啊。啊，问老板啊。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这种东西哈，在台湾是最特殊的，有在雕造型的，全台湾只有。只有你吧？我在雕。雕。这个还要雕啊？你看。 这个不是纸人的，这样子吗？这它里面没有，是老鼠的造型，它里面没有吗？没有了，这是老鼠的造型。哦，真的，哦，是空的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是牛的造型。你怎么弄出来？普通上这样整个，你要把它破坏掉，把那个蜂巢做拉来这边，然后让它罩起来以后，你再把它削，要经过5-6次的那个加工。你在钓的时候里面有。 虎头蜂，你们先封了，你怎么处理的？啊，你就让它一直飞啊，让它把它破坏掉以后，它在重新塑造。所以它也在帮助你。我解释给你听，解释给你听，就是说，它这个雕呢，其实也不是大颗雕，其实是蜂在雕，但是你要告诉这个蜂要怎么雕，所以你要把它想雕的地方破坏掉，那你要先知道它会怎么让它长回去。你就是他们的老板，老板对，盖房子。哦。 等于你在控制这些虎头蜂就对了。哇，你是驯蜂人呢！而且不止这样子，你只要一百个虎头蜂，100窝的话，才雕个5-6个，会成功的。会成功。的。等一下，你说你要一两百个才会成功个5个，但是你有这么多个，你有几窝虎头蜂？一年养几百个，然后再雕这几个。你在养虎头蜂？ 对呀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们再走吧，走了走了，这边。不是这个，我没有要玩虎头蜂啊，真的。研究肌肉饭好了，给爸爸。你这么多的雕塑，你到底玩了几年虎头蜂？30几年啊。你有没有濒死体验过？对，叮三个啊。然后呢？就是擦一擦就好了，因为有，因为常常被叮啊。可是我们是没被叮过啊，我们没被叮过，都要叮一次两次就要送医院啊。 所以我们还是很危险啊！我知道老板的意思，我们来这边打工之前，我们要先被叮一次。哦，那你先说你。那我再问不干，我也不干。就没。等一下，你回家没带？先讲好了，我们到底要打什么工啦？这个太危险了啦。对呀，我们有防护衣，不用怕。防护衣在哪里？ 干嘛？他在睡觉吗？不要，因为哦，虎头蜂有。 对声音它会吸引到，它会注意的话，它会声音大的话，它会攻击你。啊，它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边。不要出太大声音啊！我以为很远呢，好近哦。我看到。哦，你要进去那边吗？那个那个洞。那边有。那都是活的，是吧？太危险了吧！你养那个里面大概几十蜂？ 这边应该有1500左右，1500只，所以1500只，一个人分配到才差不多50只。多哥，50只下去会死人呢。老板说了，他一年有100多个那个蜂蛹，一个有1500，所以他总共一年有10万多。有啊，绝对有，10万多，多10万多的蜂。你知道虎头蜂啊最爱好什么吗？真正哦，那啥回啥啥，就是一上街。
他狗狗，他很喜欢你这种花心的，那种花花生动物，好吃哦。我们还有最喜欢这种颜色，红色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才破例戴上绿帽子嘛。男人是不能戴绿帽子嘛？那你从哪里摘回来的？整个都是树林，哦，树林里面，在里面，你树多的地方它就会长，就会啊。可是小偷也不敢进来，谁敢进来啊？你从这门跨过去就立刻踩。我觉得，要是你小偷进来的话，我一颗石头把它丢下去，啊，我先躲起来，那就被小偷就被鞭了，就完了。哎，所以你如果在门口，你要防止这种就是恶贼闯入，以前都这样。内有恶犬禁止进入，对对对，他在讲内有虎头蜂，请欢迎进来，不会有人敢来啊。那就看别的，都还有哪里？还有哪里有？还有，里面都还有。这边的虎头蜂跟那边的虎头蜂是不是会互相打起来？你如果两个草的话，一个草放在它的前面的话，后面那一个会攻击前面这个。虎头蜂打架很凶的，我一次坐在那边啊，结果他们一打架，好几十万只就在那边打架。好几十万打架？对，经过五分钟以后打完以后，尸体哦，算一算，它死了1000多只。哇塞啊！他们打架是这么赤壁之战啊！好，那我们就看他怎么把那个草竹拿过来的。好，走，慢慢站起来，慢慢站起来。在哪里？对，他们会选比较好的木头，那个最好是 Hinoki 的，他最喜欢吃。Hinoki 的，它吃起来有香味，它越咬越有劲。也挺好的呢。对哦 ，Hinoki 足贵的呢。真好诶，嘿，另外我拢建议着，这厝的茶后来你要加，伊即卖咧加就用喙齿甲加，爱用喙甲黏哦，安尼一弯一弯。嘿，一弯一弯了，烧烧的好势了，佮加等于。处理，就开始做草，脆糯个个黏黏起来做草。嘿，啊，你较注意啊，别去收，搁底下都爱收较粗。这个不要怕，笼子嘛，有笼子。不是那笼子那么大，不要那么近，不要那么近。不是，通常都是笼子都是关恶犬的，你知道吗？关什么？啊，你现在养了这么多虎头蜂，你都拿来做什么？你该不会就养好玩的吧？就是好玩啊。哎，你就是好玩。下卖一，哎，底下叮当点。就是那个纹路哈，非常的漂亮。对，你若看这纹路里，你要一辈子哦，就好像爱上一个女人一样，你会受不了她的诱惑。所以他是，你是从不爱太太开始就开始爱上这个虎头蜂了。我两个都爱啊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有收藏性哈，有它的艺术美。但是你是拿来卖人家，还是就是自己欣赏？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。如果有人出价跟你买，你卖不卖？里面有一个日本人出价10万的，我不卖。大哥，我问一下啊，你这样子。我们要怎么帮你？对，我们要做什么工呢？我昨天晚上刚抓一个回来，就帮我把那个蜂哦抓起来，我放到酒瓮里面，然后把蜂抓起来，我们可以吃。那吃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找别家，找别家。真的，家业很大嘛，家业很大，你们可以去了吧。刚刚那个五羊，你说怎样？你要不要？他说他想牵妾姐，他说他要被钉，可以钉哪里？我的身体的那个部位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来钉一下。脚趾头，脚趾头，他钉到会怎样？肿起来。你有被钉到刀过吗？像一只变成两只、3只这样子。就是你那个手有没有？嗯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被钉完了以后。是每一年台湾有8个人是被虎头蜂叮死的。他们是怎么样被叮死？他们去野外，然后稍微碰一下，那筋断到上面，整群下来就叮了。他的那个环卫部队差不多有一个虎头蜂环卫部队，他50只，啊，一下来50只全部来攻击你。所以这是第一波，第一波，还有第二波、第三波，这是战斗哎。第一波是超前部署啊，第二波。100多，你这是一定会死的。哇塞，真的，先50叮，再100只叮你。我觉得你后面会被咬破了。快了，快了，所以差不多了。你不是啦，哎，它被它咬成断了。那个，吓死我！这个是刚。
刚被咬破的，刚被咬破的，哦，大概在这边呢，啊，对啊，大概活着。有一个洞，那个还活着，我把它绑起来。那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你现在做什么？你赶快做啦！要泡酒。泡酒。等一下，他现在是往这边哦，那我往后面了，往后面。他激光啊！他下面那个是什么酒？那个米酒头。米酒头泡下去，你们能拿来做什么？一段时间可以拿来喝。我哥已经准备了。预防胜于治疗。哇！到里面也是为了游泳，他在里面游泳。啊，有的最细啊，最细一点。你秋龙没盖好了啊？我盖好，他对他找他那边的姑娘。哎，怎么有人就想玩这种东西啊？哇！所以这个是他的家吗？对呀。他花了多少时间把这个家做？差不多4个月。很美很美。那这个手套可不可以钉过去？钉不过去吗？这个一般的话，再抓的要两个，要带。小两个，一层一定会钉厚。一层一定会被钉过去。如果现在一个不小心，这里就一个洞要跑出来，我们怎么办？马上冲出去！马上冲出去！我先把他的家先打破一下。对对对。我看你这个技术啊，闪就要开了。不代表。我觉得你等一下如果做错，我以防你一错再错，我就先砸你。对对对。假设我。哦，你看他的小 baby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。你抓武装抓习惯了哦，他你到一个地方，他就会来找你。真的吗？最好不要。还有啦，对，还有啦，还有啊，大哥里面还有5多，还有很多，很多里面还有5多，你别怕，因为我在他不敢跑出来。好多层次的，好像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。这可以拿吗？这可以拿吗？可以。这里面有没有虎头蜂？有，但是它是小孩子。在这里耶，哦呦，这一动哎，他说他会不会叮人？不会，不会啦。蜂王来，来蜂王，你是谁？这么大只，哦，它两倍大，它真的没有钉子，没有钉子，好这样子，好可爱哦，蜂王真好细哦，蜂王两只啊，两只蒸完它就死了，你是那一只啊？那怎么选呢？这么一只啊？不是要怎么选？选这全部乳白色的啊，我就窝了，就这样子。给我一个，我要，很甜，你用咬了吗？用咬的，来有那个，他怎么会滴这个？他动啊！再动更好吃，蜜有蜜了。它是蜂王里的那个最好的那个。这个可以吃吗？可以，这个是最甜的，这是第二的。快吞了吧！我糖尿病，不能我吃甜的。来来，还有谁要？这个很好吃的。好了，大家都有，哎。来，哦，好好吃哦，这个。啊，这样也可以吃，好好吃哦！你喜欢吃这个？这个好好吃，你一咬出来，它就会爆汁，然后是甜甜的，很好吃。这个关键 ，Justin， 甜甜，一咬到，那，你不要碰，都是我碰的，太恐怖了！你第一次吃这个？有点水果味，水果味，我刚刚怎么都吃不到任何水果啊！哇，爆汁哦！哦，好吃哦！都是那个像牛乳一样，是不是？蛮好吃的，是蛮好吃的。这个更比那个更刚才那个更好。老虎啊，养一只狮子，朋友就不见了，朋友太少了。对，虎头一窝的话，好几千只哎，这样子都花得来啊，还一样花一样的功夫你。但是养一只，你的朋友知道你又在吃它吗？对。哎，今天讲的好厉害，专门抓你朋友回来。
来吃的。这听起来蛮怪的，怪，这叫交朋友吗？哦，今天抓到1000，哦，明天吃500，然后下礼拜再吃500。错了，因为一半的那个让我抓进来，对，另一半的话，那会明年又会是进了，合理合理，那传宗接代啊，对啊。台湾的武功没有这样子，大家都就直接闯，那就死了嘛。开心开心，反正来到今天来，也跟了一个我们的演艺圈的大前辈，谁家英雄不啊？是吧？我跟他差不多的关联性，我都在看一些东西啊。啊，龙哥，啊，问一下，你这样来我们这里，而且我也发现你是乐在其中哎，而且你这几天的那个排汗量不少。其实大家知道，前一阵子我是一个比较陷入到那个低潮啊，因为家里有点事啊，是是是，那比较不是那么开心。嗯，那可是呢，今天这一次呢，3天下来，不同的点呢，不同的看到一些可能我没有看过的东西。就带了很正能量的一个励志啊！我们人呢，活着就是要往前冲，往前冲，拼命打拼。对，唯有呢，辛苦的累积呢，才得到呢最结实的一个果实，果实才能开花结果。是的，下次你还有机会。我跟你讲，时间其实才刚开始而已。我们刚刚好相受哎，马上就要 say goodbye 了。Say goodbye。哥在中间忘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龙哥，你回去洗眼睛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希望有机会再邀你来，非常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，龙哥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，你让我们上一课，收获很多啊！谢谢，来，有没有要空手抓蜂王的可以送你？他，哎。空手抓乱，哎，不要，你抓到了手不要乱晃啊！我拜拜。我先看角度，不管了，不要把我当白老鼠好不好？抓了，等一下，我这么抓。来，对，那个翅膀。然后呢？抓了翅膀。抓翅膀。哦，抓翅膀吗？对，这样就不会。OK。哎，他的屁股会扭，他会扭上来盯你的手哦。那你给他 kiss 一下。来，等一下。好，这样子。好可爱哦。你看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！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助学家，赶快来订阅哦！